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ahontp.tw。这个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敬请各位网友观赏，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新风变大声，人在输赢，今生的爱情也会无人听。阿连英雄，阿连着赢，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无所不谈，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咱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同树林重庆的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来，咱继续看，这个是医药新闻哦。这人我感觉真奇怪哦。哈哈，伊就爱这个名医啊来开刀啦，有诶等两年嘛甘愿啊，吼、哦、实在是有影。啊，这病哦，你该想会等诶，所以我常常咧讲，我感觉即卖人真奇怪，医生常常嘛咧讲啊，对毋对啦？赶紧诶，顺啊诊断，赶紧提早，赶紧治疗啊，结果诶顺啊呢，伊讲有法通等两年，这我感觉真奇怪。一个病我能等两年，有诶医生讲你都要赶紧，咱也无你性命危险嘛，对不对啦？啊，这讲会当等两年，我感觉所以这种诶教育吼，啊，都颠倒病啊。来来，咱看这个内容哦，这是联合新闻网，啊，这个都呀，台北报道吼，伊讲哦，那是。甲病人哦，排名伫咧讲啦。哦，你要给我开刀的时阵，都要等两年哦。医生安尼讲，伊讲但是哦，还佫有袂少的这个病患哦，坚持要等大拿主治病院关节中心主任姓卢的卢昭俊，啊来开刀了。名医伊的这个性格。
所以我感觉这真奇怪啦。哦，你若讲啊，都等一个月啊，我若安尼讲啊，我要相信，等两年你才想看嘛，像这种的。所以我常常咧讲，有这种这尼啊盲目的这还债好，我感觉真奇怪，对不对啦？啊，伊讲哦，互伊等候，哈、啊，这个卢昭俊开刀的这个病患哦，已经排到105年了后了。那么大拿主席并表示，卢昭俊早年以战前退化性的这个关节炎，13年前转到主席，那么就有大批的这个死忠的这个病患呢，哦，带伊过来就对了，安尼呢。那么加上伊引进关节镜的这个手术。那是讲已经，伊嘛是已经教出真多优秀的这个徒弟啊。但是哦，这个人气，敢若有心无共就对了。有真多病患哦，指名要爱伊开刀，早期排这个卢昭俊开刀，爱等一年以上，后来啊。吼、哦，这个人气愈来愈累积愈多，即马这几年啊吼，搁较变本加厉啊，排假的时阵，安尼两年了后啊，那么病院哦，虽然劝病患哦，找其他的这个医生，那么女的吼，搁较反问男下求诊的这个婆婆妈妈呐，伊讲吼，哎呦。这一回吼、哦，啊，这么啊长途对台北到大拿来开刀，啊，价值吗？吼、哦，你甲想，有真多阿嬷吼，拢、哦、点头伫咧讲，答对了吼、哦，有答对就对了，啊，未开刀就讲有答对，我感觉嘛真奇怪啊吼、哦。啊，即马吼，若开了失败，讲啊，无啊，咱都运气歹。人不是医生含慢，是咱运气歹。台湾人真可爱、啊。那么另外有一位吼、哦、高龄期的这个台北荣总的这个骨科部，而且关节重建科的主任陈伟明，院方形容哦，求医的这个病患哦，拢到。满出来了，对了，哦，你甲想，啊，伊敢若无想讲吼，啊，即嘛卡袂到，都要换人工的这个关节啦，啊，卡袂到，你甲想，我定下嘛伫咧讲啊，因为伊这酸痛西医无药啊，都干了止痛安尼啊，消炎止痛，啊，消炎止痛安怎？我定下伫咧讲啊，这药啊会副作用，伊会增加伊的这个关节。会愈来愈歹，也袂较好，因为无治病嘛。啊，当然你着安搭，止痛，啊止痛，大家讲，我先生有效哦。吼、哦，我本来痛到拢袂行，即马阁会行，啊，着直直换换。啊，当然咯，一换两换，啊，即个关节着歹去啊，对毋对啦？就是拢安尼。啊，当然到尾安怎？到尾着开刀啊。毋相信你毋相信你去问西医，你若有关节若有退化啥，伊讲无法度。都爱换，到尾啊，都叫你讲爱换关节了，就对了。人工的这个关节，伊无药啊，无法度。啊，我感觉真奇怪哩。台湾哦，都中医，我都常常咧讲，中医原来是吼真见效啦，真正的。我甲你讲啊，要大量吼，参像这种关节退化的吼，治好比比皆是的。啊，啊，要安怎？啊！人大陆咧治疗，台湾讲哎，拢臭水坎害啦，对不对啦？啊，拢讲安尼，我甲你讲，大陆的中医
赢咱台湾的中医，但是大陆的西医输咱台湾的西医，咱讲是实在的。好嘞，咱继续。那么，伊讲哦，这个台北荣总的这个医生，主任医生陈伟明，伊讲哦，敢若单单挂号吼，都排队，就等一两个月啊啦。除了会阵啊骨肿瘤病人需要爱紧急处理移植外，髋关节或者是讲啊，这个脚腕这个关节、膝关节手术，等伊开刀，至少等三个月到半年。那么看病如亲的这个态度，意思就是讲哦，伊病人敢若亲人就对了，加上的时阵医术精湛，吼、哦。那么尽量使用保健的这个材料，买收自费的就对了，尽量买啦。那么患者术后常常真少有这个抱怨就对了。那么这对陈伟明也这个口碑，和真侪病患甘愿要等较久的啦。我当然咧，我健保的都免免看咧，对不对啦？当然是安尼。啊，但是健保的这个料啊，健保当然啦、啊，伊的这个寿命较短啊，品质较无好啊，咱都所知啊，哦，对不对啦？啊，目的无怪啦，咱就讲诶，吼、哦，比较得较侪哩。啊，所以大家嘛要用国健保的。哦，那么根据陈伟明在讲啦，想要换人工的这个关节吼，患者等待三到五个月是常常有的代志啦。那么这段时间拄啊好，会当予对方大型复健，或者是讲做心脏肺梗。顶内科的这个检查，并且思考是不是讲有必要动手术的。那么代表成功病院骨科的这个主任，姓谢哥兄，伊独创的这个微创的这个算讲镜头啊外翻手术。在这个骨科界享有一席之地了。那么伊伫个讲啦，伫个热人个时阵哦，有真侪女性哦，拢爱穿一挂这个凉鞋哩，露出严重外翻伊个这个镜头啊，哦，有碍这个美观啊，而且哦，无啊多人徛久，因此吼、哦，才求伊个这个高峰啊。等候两月是两个月是真舒畅的啦。那么至于在心脏、肝脏手术、独领风骚，伊的这个振兴病院心脏医学中心主任姓魏的魏晶甲高雄中基院长陈兆良。由于华人无数，因此吸引各地这个患者慕名而来。排到名单嘛吼，嘛是安尼，长落落就对了啦。但是吼、哦，由于这个患者这个病况吼，通常比较的较紧急，等待开刀通常未超过一个月啦。你甲看。这个背后咧讲，拢是头头一个月，对不对啦？但是顶头无同哦，顶头伊会当等两年哦，是毋是够夸张无啦？对不对啦？所以阿宏拄啊报告头前我都讲过啊，
哦，你若讲一个月、两个月，阿宏认为讲，哦，算讲情有可原呐、啊，还可以说得过去的。一困啊，等了两年，你甲想看卖，这伤过咸啦，对不对啦？后来讲到这结束啦，期待下回同这个网络、同这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再见，拜拜。